好，你开啊。黑起来。我刀子。刀子在那边，写字去。开箱时间。2026六月。Spirit，这个是 Spirit。是 spirit。超轻，钢瓶，哇，这个钢瓶怎么那么重？它才425克的二氧化碳，就是这钢瓶很重，因为它要承受那个很大的压力，塞在里面，哇，太酷炫了。425克的钢，425克的二氧化碳。他写说这个是1公升，他是说打了汽水会变多哎，就因为你气溶解在里面，所以你如果一瓶汽水打开，它的那个位置会下降。所以你把气放掉，它的位置会一直下降。一公升的瓶子，那个是全家喝的时候。只有台湾的版本，是说明书，保护资讯，这个要留吗？保护资讯。我会住这啊，如果等你都确认完之后。空瓶换新550。它还有卖糖浆。你可以喝糖浆，就加了糖浆加气泡就会变汽水。漂亮。钢瓶。
Okey-dokey。两个小瓶子，啊，我母猫杰瑞始终不见了，因为它太吵了。哎呀！你要来喝气泡水吗？我的汤姆猫接力鼠龙啊！下面等等，不要我来了，500克的水，它的瓶子还有保存期限哦。哇塞，真是 A 钱啊！告诉你说，你一段时间就要换掉。2024，我卡在，有差吗？这看起来很欢乐的瓶子。来啊，要不要喝点水啊？